蜗牛奖要主干道检查，你用去吗？没通知我就不用去吧。我怎么听说市里开会，光明县被批评了，你没被点名吗？正常批评，针对不至于。哎，你说你想婆婆的饺子了，怎么就不想婆婆的儿子呢？啊？你躲什么呀？我躲什么了？新州市海拔很高吗？没有高原反应，跟我装什么傻？然后一问你几句，你就给我兜圈子，怕什么的？我什么都不怕，我就怕你乱担心。我让你去找谷书记，找了吗？哎，人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听我诉苦啊？那你跟我说说呗，苦水搁我这倒倒。前段时间是有点纠结，好多事扯不清楚，脑子里乱糊。不过这两天好多了，尤其是今天，下了班去跑了两圈，我把好多事情都想清楚了。就明确一点，我做这些事情是为了谁？把这个想清楚了，其他事儿都简单了。我就一条路走到底，管他有坑有泥巴，就算崴了脚，我也认了。鞋子小了也没关系，大不了我把鞋脱了，光着脚走呗。